是刻意，硬把你所有的记忆藏在我头壳内面，使我脑海内面的意象，伊拢有法度控制。规气跟我讲，我根本不是在那里按就好啊。这嘛不是不可能。哪里我不是在那里按，我是谁？吴家峰啊。我也未讲的啦，啊，不过嘛不是不可能。你讲有道理啊。开始我跟老虎比去兰花园的时阵，我有听到伊跟陶云娘讲话，伊讲卢家峰死的时阵常常发烧，所以老虎比拢用芦荟替伊退烧啊。伊当初，我的脑海里面都出现老虎比由头到尾在搞照顾，别再发烧啦，你放心好，我买想办法让你较爽快嘞嘿，乖。你位山口，啊，跳落去救老虎米的时阵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你山口遐尼悬呢，啊，你想拢无想就跳落去。客别甲我讲的时阵，我阁唔敢相信。迄当初我敢若开头壳想讲，我袂当让老虎米死啊。不管咱的推论是真也假，你无顾家己的性命要救老虎米，迄个代表。老虎比在你的深层意识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。对啊，之前金玉彪去做催眠治疗，医生叫我想一个我人生当中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事情，结果竟然去想到吴家峰死的时候不然去水里面结水的经过，吴家峰六月发生的代志，就算讲客不在场啊，伊想要记个遐尼详细，除非你就是吴家峰，迄是你的真正基地，只有安尼一切才会合理讲会通啊。我是罗家峰，敢会想喊吗？你敢无别个解释？顶个罗在兴，唔是要验你的 DNA， 你嘛顺利通过检验。我继续讲吼，是大威摕真正罗家峰的检体去给你。结果我问大威的时阵，伊规个面雾煞煞甲我看，我才知影。客伯根本就无还付伊，那安尼是安怎？客伯要骗我油？所以你意思是讲，客伯根本就无出手替我改变检验结果？这唯一的解释就是，我真正是罗在英的后生。罗家峰，那是咱的推论是正确的，安尼一切就拢讲会通啊。所以你会有老虎米甲罗家峰六回记得。所以我的意识中，我看到危险的时，我真紧张，迄拢是因为我不要惊连心。真正是罗家峰，那你今麦到底变异分明的人是啥？想着特别要设计这个局，骗我是梁瑞安，操纵我人生三十几年，你想要对我安尼啊？敢讲对来讲，我只是一个机器？敢讲我忘唔掉人？他怎么会这样操控我三十年？
现在就要去问他，谁人将要把我的人生抵在天道边。瑞瑞，你不能去啊，你现在这么激动一定会跟我退避完结。你给我放手，我要离开。头前那个不是阿峰啊，我在后面跟烂面那个找一下嘛。魏珊珊，魏珊珊，啊，不是亚杰海外带产业的顾问啊？哎，这是想要接近家风的一个借口啦。阿金有讲，这魏珊珊在国外就先嫁去家风，可为着家风找得来，虽然搁咧想红想胖，想要接近家风。那你哦，咱跟伊个家风斗三工啦，家风的家庭哦，千万唔通让这个查某安尼破坏去啦啊！放开！我回去再讲啊。魏小姐啊，你放。你讲叫我放屁啦！哈，今下落安尼 QQ 啦，都歹看啦。小凤，你有要紧无？站在我面头前的这个人，真有可能就是我的亲生爸爸。家凤啊，我咧问你有要紧无啦？啊，这个魏小姐是不是有甲你为难啊？老董诶，你唔通误会，老总诶，我会当解释。魏小姐，你的代志哦，我加减听阮媳妇讲过。阮家方是有家庭的人，不管你有多喜欢他，他的感情收倒回来，不然就出去歹听了，不要再跟他勾勾疼了。事情不是你想安尼，我绝对没迫害罗总家庭的想法，阮两个是亲爸。我就亲目睭看到了，你对阮家方若是无特别的感觉，你哪有可能踮只个求求啦啦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阮家方哦，无可能做出款违背母子的代志啦。是啊。我拄则明明看到家风佮你个手放开，无啊，无你即摆家己解释啊。你是为了甚物代志，我遮尔无欢喜？爸，我看你哦，我甲魏小姐，甲话即个讲好清楚好啊。魏小姐，我知道你真欣赏我，我足感谢的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几啊遍啊，我这世人敢那爱我的太太静玉一个人尔，我无可能有别个心思去爱别人，所以请你莫再来搅扰我跟阮太太，因为安尼足困扰的。老总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叫我莫再来找你哦，是不？因为我的太太静玉对你真爱哟，我嘛是种感觉。迄个查甫敢毋是魏珊珊？家风，你妈在对待我，我袂当离开你啊！你嘛知影，我放弃我新加坡的亲人甲工作，就是要对着你的身躯边，你莫放散我好无？魏小姐啊，阮家风话讲甲真清楚啊，你手甲放开啦，莫阁勾勾缠啊啦。Ryan 哪会教我一支头毛？敢讲，伊是咧暗示我替伊去做 DNA？ 魏小姐，我真正毋捌对你有任何感觉，所以敢会当请你放弃对我有任何想法？我甲你无可能有未来啦。家风，我拜托你，莫这么简单就放弃，好不好？你让我继续爱你，我拜托你，让我继续爱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拜托，莫这么简单就放弃，家风，拜托你啦，莫离开我。来来来，我帮你，帮你。罗家风，你这薄情郎、负心汉，你还在搞放屎，你一定也会。你放心啦，无一天啦，家风，行。
蔡瑞安跟罗在兴也亲自鉴定。这是什么人的钱包啊？魏珊珊，赶快提起而已。我要做这两个人的 DNA 鉴定，请好我申请表。这是阮检验中心的收费明细，写完了请一届付清全部的鉴定费。没问题，我来清，啊，我要用最速件一种。魏珊珊，我应该无记唔着你的名啦，这敢是你的钱包？你是迄天迄个不守规矩的哥，钱包银花？你这人哪会这么无礼貌啊？我捡着你的钱包，摕来行李，你至少要甲我这个文静人讲一声多谢吧。文静人，谁知影你是不是超工甲我对偷摕我的钱包啊？想要对贼偷说多谢？海生，我无迄个美国时间咧甲你对，而且明明就是你咧暗恋罗家峰，暗恋袂着，互人拒绝甲拍枪。哇，你不甲连罗当拢出面，你叫你莫阁对伊高高甜咧。啊，结果你阁无愿意放手，阁伫边仔咧讲，家峰，你莫安尼对台湾好无？我无想要离开你。拜托。伫街仔路哪有甲遮尔啊歹看？我无想要去注意，拢袂用钱。我哪有安尼啊？你莫丑化我的形象好无？啥物咧丑化你的形象？我甲你讲啦，查甫囡仔人啊，留一点仔名声互人探听的啦。做人的小三是无可能有好的结果的，尤其是无前途的小三。啊，佮罗家峰爱的，就敢若是靖宇姐姐的人尔，伊无可能会爱你的啊。所以这位施主，卖阁进眉不换，回头是岸。这是我的代志，你是大海面啊，钱包还我啦。我就袂。魏小姐，请问你要付现金还是绿卡？刷卡，谢谢。钢铁手肖迪哥，把我的钱包还我，我会十分感谢你。派生，钢铁手是我一支的。我叫廖凯。我不缺财的名。嗯。我被加价用追溯件。喂，无你是破病啊？无，哪会留这么多钱在做检查啊？我刚开始是破病，你敢想要知影我是什么病？我是艾滋、黑死、天花，还有霍乱。而且我吐出来血，拢是超级细菌。你最好是离我较远的。不是，你这人哪会这么无关卫生啊？所以啊，断臂过儿，赶紧回去的绝情谷找你的姑姑。外面世界很危险。你。